就说邯郸县有守本迎接新贵人，受禅一事。禀姐姐，邯郸县有守本迎接姐姐。草中文物千千万。万千孙贵离了，要他们见的什么面见？是。啊，兄弟转来。姐姐何事？问过贵县，前面高大露台是什么所在？是。贵县面见，动问贵县，前面高大楼台是什么所在？此乃赵武宁王所修，名曰重台。有劳了。禀姐姐，前面高大楼台乃赵武宁王所修，名曰重台。兄弟禀命，当连不知道，就说未见，要在重台，盼望家乡啊。弟遵命。姐姐，当年不言道，只可彷徨一时，不可久留。明日露下伺候。是。明日露下伺候。
贤内。
也没人再次盼望，于兄告辞了。到如今，兄还有什么话讲？想你此番去到他国，不是为后，便是为非，还望你放开愁怀，善报于天，不要以愚兄为念，我每两于心而留下残身，也只有两桩心愿。哪两桩心愿？则一，要诛灭楼子，吸血国恨家仇；则二，则二。永不举旗，以报先辈深恩厚爱也。
珍彩，兄定要静静收藏。只是愚兄无物可赠，只得留诗一首。诗也，听到。马上托案，露头摇，脱却绣衣，换凤袍。摘花奏歌情难舍，献媚哟。怎能双双驾华桥？就是南方便是。母娘。
林姐姐，大事不好。兄弟，何事惊慌？哎呀，姐姐姐姐，楼梯见者一计不成，又生二计，倘若此患，全家俱老，后者之。明月照纱窗，梅花映芬墙。老夫赵高，二十驾前未曾，今早草罢归来，闻听人言，花儿叫了那家人赵宗一声丈夫，不知是真是假，不免将我儿唤去堂来问个明白。哎，后堂传话，有请小姐去堂。是。后堂传话，有请小姐去堂。
了，我儿一旁坐下。来告诉儿的狂浪一死，苦痛了我儿，乃是令儿命该于此啊！儿啊，爹爹呀！为父今早草罢归来，闻听人言，我儿叫了那家人赵宗一声丈夫。不知可有此事？爹爹此言差矣，我的狂浪已死，岂肯叫他一声丈夫啊？此乃我儿的命节，太尉府休下边缘本章，与儿辩破就是。有老弟弟吩咐于良永莫伺候，遵命。为父的休本章，女儿变那破道明里只有发落哀家，有故不忘离皇。圣驾在此。喂，哎呀，原来是圣驾在此，罗衣不知罪该万死。
李家相爷可在府中？正在府中，不知在灯光之下修些什么，带路通传。不用通传，退下。是。内臣有，燕登进府。是。臣接驾，吾皇万岁！亲驾平身，谢万岁！此座万岁！啊，亲驾，臣是在灯光之下修些什么？与我儿休息，便愿本章。臣上待过一关。未曾修好，不敢呈上。许卿无罪。请万岁龙蒙御览，待过一关。喂，哎呀！则匡扶一事，故既往不咎。吾惧朕乃诱导明君。啊，亲家，臣是在灯光之下，那一女子，她是何人呐？乃是老臣之女，匡扶之妻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则匡扶一事，可同了。林爱呀，还是我儿命该于此。亲家，臣故王有意将你林爱拉进宫去，同葬山河，不知亲家意下如何啊？其实万岁宠爱，明日便将我儿送进宫去，陪王搬家。于是亲家听奉。臣故奉你掌朝太师。谢举隆恩。平身平身。谢万岁。白家回宫。停驾啊。则正是。美女正可献进宫办公面。从驾。啊！白家，宋家洗马面呐、啊！我怕花对你眼。
徒儿快快坐下。告辞。啊，爹爹，万岁到此，何事啊？身家到此，光看我儿便愿奔葬来去。万岁言道，匡扶一世，既亡不救。既亡不救，胡居臣乃有道明君。有道的明君，恭喜我儿，贺喜我儿。我的狂浪一世，自是此才万岁言道，调拿我儿进宫陪王搬家啊，这岂不是一戏么？啊，爹爹，你是怎样会走身上的呀？嘿，为父我也会走得好啊。岂是万岁宠爱，明日便将我儿送进宫去陪王搬家啊。同葬三虎。哎呀，弟弟啊！
儿敢违抗圣命不成？哎呀，弟弟啊，事到如今，难过是昏君之意，就是喇叭钢刀将我的头斩下。
儿啊，你这等模样，干么是疯了不成？陛下严掌特勤，你去将他缠了起来。人，人，人，妈妈妈，缠了起来。人，人，人。
喊了起来。
儿啊，还是为父的在此，你不要封印啊，你不要乱语，哦，你不要封印乱语啊，才活人江湖。